王健林和王思聪父子行为高调，但是一家三口同时亮相的次数很少。前段时间，王健林一家三口亮相合肥某活动，一家三口首次同框，王思聪母亲林宁气质优雅，一点都不显老，一家人看起来很幸福。王思聪的母亲林宁一袭白衣现身，由助理搀扶着，戴着黑色墨镜，气质不俗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物。林宁，林氏投资集团的董事长，网上可以查得到的资料很少，家庭背景也不得而知，但是身家也不容小觑。国民老公王思聪一现身就成为全场的焦点，身边美女环绕，争相与他合影。王思聪和母亲一起观看节目，可以看出二人长得还蛮像，不过王思聪的注意力却没有放在节目上。9月23日晚，有网友爆料称，在北京芳草地购物中心偶遇王思聪和房祖名。该网友写道，第二次在芳草地遇到老公王思聪都没有合影到，好可惜。还有小房子房祖名和日本魔术师，大图中能够看到王思聪身穿黑色 T 恤，双臂抱在一起，站在人群中 boss 范儿十足。房祖名则戴着一个黑色鸭舌帽和一副眼镜，身穿蓝色 T 恤，在观看演出时还不忘鼓掌，整个人看起来特别帅气。王思聪和房祖名很低调地站在人群当中。